如果我的女儿有任何好歹，死的就是你。怎么样？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！别动啊！医生，我需要医生。好，马上安排。接住，来个女的，女的，躺下，来，躺下。 伙计，这个安全，放心吧，一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我现在开始启动监控保护方案。 龙头，我准备好了，把他保护好。我会的，也保护好你自己。嗯，我不想看见你们两个有任何一个人有伤。明白我说的话？明白。 像这种任务，我们执行很多次了，你不会理解我现在的心情。我理解，但是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记住，他是警察，你也是警察。现在我们是在办案，我一直在看着他呢，注意观察，一旦发现对他有危险的异动，要果断射击，明确。 窗户上挂着窗帘，门上什么啥玻璃，我们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是你们的眼睛，你们看终端，画面在上面。可是我们狙击手不能看着终端瞄准呐，一旦他进去，没有人救得了他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 我是你们要的医生，里面不是有哮喘病人吗？这。
地点在哪儿？先把白大褂脱了。你为什么穿着警察的防弹背心？临出发的时候，警察套上的。防弹背心脱掉，脱。双手举起来，举高。大哥，没有携带武器。过来，慢慢走。放下，不许穿。慢慢走。有你们这么对待婢女的吗？看着吧。你拿枪对着我，我怎么治病？小王，快点！一切正常，他很冷静，没有引起怀疑。不需要我换人了。不需要。你确定？他是警察，我也是警察，我们在办案。很好。他怎么样？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送到医院。有点现实呢。我带了特效药，能缓解一下，仅仅是缓解。他到底会不会死？那要看你的运气了。你说话真刺耳，一点都不温柔。我为什么要对你温柔？你是在激怒我吗？啊？我说的是实话。激怒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各组准备。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，是吗？你比他有趣，这死丫头只会拿他爸来威胁我。理解。如果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特警的突击队长，我也会这么说。什么？我觉得是。特警突击队长的女儿就应该与众不同，
比起普通的女孩来，更坚强，更勇敢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镇定。你别那么多废话行吗？赶紧给她吃药，快点儿。是近视眼儿的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炸了。中国投降不许动！我们投降，投降了，投降，我们投降。交给我。一定要救他，刘医生，一定要救他！闪开，我要去做手术。你一定要救他！你冷静点，郭淼。刘医生，一定要救活的！郭淼，郭淼，一定要救活的！冷静点，郭淼，冷静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你这么做，那队一定要帮助你啊！医生要做手术了。